巨蟹座下周运势，4月8日到14日。事业方面，下周的天象为巨蟹座带来了一连串重要的转折与崭新的机遇。白羊座的日食与新月如同明亮的灯塔，照亮了你前行的道路，预示着新的开始与无限可能。此刻，正是你重新评估事业目标、调整职业方向的绝佳时机。你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决心，勇敢地追寻自己的职业梦想。火星合相土星则为你带来了挑战与责任，但请记住，这些挑战正是你成长的催化剂。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坚持，你将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。财富方面，下周的天象为巨蟹座带来了一缕金色的阳光。白羊座的日食与新月激发了你的创造力与财务直觉，让你在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和投资机会时更加敏锐。太阳合相水星则可能为你带来令人欣喜的财务消息或意外的收获。然而，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，务必保持谨慎与理智，避免冲动行事或过度冒险。爱情方面，下周的天象为巨蟹座的爱情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激情。白羊座的日食与新月仿佛为爱情花园播撒了浪漫的种子，让你在追求爱情、表达情感时更加勇敢与直接。太阳合相水星则有助于你与伴侣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，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。你们可能会共同制定新的爱情计划，一起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这段时间也适合巨蟹座单身人士表达自己的情感，勇敢追求真爱。健康方面，虽然下周的天象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健康问题，但由于事业与爱情上的变动，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些压力与紧张。因此，请务必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，寻找适合你的放松与平衡方式。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良好的作息与饮食习惯，将有助于你度过这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期。我是静电鱼，关注我，每天都有好运气。